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Family Go 的陈爸。东禅寺呢是马来西亚的佛教圣地，可是呢每年的新春佳节都会大放异彩。今天呢我就带你来东禅寺走一走，看看这里完全不一样的面貌。Let's go。坐落在雪兰莪仁家龙的东禅寺是马来西亚首要的佛教圣地。然而若你以为这只是一栋普通的寺庙，那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占地24英亩的东禅寺设有礼堂、展览厅、花院、餐厅以及各类运动和休闲设施。这里除了是宗教和修道场所，也是国内著名的活动景点。而且每逢农历新年、卫塞节或中秋节等重大节日，都会举办别开生面的有趣活动让民众参与。为了配合鸡年的到来，东禅寺今年特地在新春期间举办了平安灯会，并以鸡为主题，精心打造了各种有趣的造型和灯饰。如果你和陈爸一样，在农历新年期间带孩子到东禅寺走一趟，就可在感受浓浓的佳节气氛的同时，一次过参与包罗万象的有趣活动。从平日里的清幽禅意，到佳节时的人山人海，东禅寺一静一动的鲜明形象，不仅让四面八方的游客为之动容，也成功吸引许多有族同胞前来一探究竟，充分展现了佛家包容与跨越宗教及种族的宽大胸襟。从白天到黑夜，从花卉到彩灯，从美味素食街到精彩的文化表演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，保证能让你和孩子大开眼界。节庆原本就是一个拉近人与人距离的重要日子，我们的孩子可以陪在我们身边多少年呢？想必身为父母的你和我皆心里有数。珍惜孩子的童年，把握与孩子共度佳节的每一刻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节庆时有机会，不妨带孩子到东禅寺走一趟吧。 Family Go 全家出动，祝你鸡年身体健康，阖家欢喜。我是陈爸，我们下期再会。